哦，用了那个叫啥？一用回去都没有用，看吗？看下，打开。啊，get 没有办法，get 用了2年都会生化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还是叫真正的 get 哦，用了2年，哦，不需要用了。好，你看它油是这样子，然后放它出来就好了。好，还冷固，还有吗？还有很冷。好，有些 get 啊，用了2年没有冷固的。好，它有油有氨酸，黄色是正常哦。哦，不会，没有事的，这个不会泡泡污染的，泡泡污染是过来讲是 A 叫泡泡二氧化碳。好，它孔明是还没米。好，孔明是有黄色是正常，不是青色哦。它 get 不够，更加够更加冷。好，这样子的。哦，好不讲很冷哦，越用久了又要忘，知道吗？不要每天靠机器拿铲，知道吗？铲了也写了20年工没有用，写了19年，每个讲只能去吹干你嘛。我说讲，好、哦，那个部门是哪里？部门是在我这边。好、哦，部门看到吗？好、哦，这个不是随便讲的啊。如果你们消费者要投诉我可以哦。有些他们不会做生意的人，然后靠机器理查克也敢讲，我老板我个人气很冷，哎。拿个冷气，冷库都干里面了哦。这个冷气层次也是发给你看，这个还有水分啊，拿一下，看看这边一点点啊，我有一点水分。哦 ，get 用久 get 哦，2年了，是这样子哦。油用回去，不用讲机器里杀个，然后洗口拿进水哦。哦，市场赢不了我就这样。哦，跟过几天我要去政府部门了，到时候我去政府部门看有个商量嘛。政府有没有逼你买机器是吗？是你们自己厂家哇，讲个买机器啊，我个机器机啊，看人工不用，哦，不用看人工，有个可以洗个处啊，不能洗个老板。我看你还睡不醒哦，你去那个干巴整巴干做啦，做2年啦、啊，我直接送给你政府部门 GBA 这个，有 speaker 个啊，你们每天吵我啦，吵我，哦，你们装了吗？哦，也是要给钱的咖啡，我扣你，扣你看你在哪里，我跟你老板讲，你个吹牛啊。哎，年轻人讲话不要吹牛，要哪个要靠住中年啊，哦，不要给这年轻人市场要吹干你话，不会做生意的啊。还有一大包啊，你叫什么官员？哪个是假的啊？我以后要跟住你们部门啊，没有人敢拿啊。50、60年，这个要进了什么油啊？日本没有写哦，油是这样子的色哦。这样有色不要讲写干嘛？能把些鼓了，老板换孔杯色哦。车主没有钱呀，还要求我哎。然后做出来的时候有冷库就好了哦，冷库就是靠这边水分哦，还有很多人不给你们看的哦，我没有自私，没有这样啊，我人这个人生我告不走，如果告个走啊，整个市场哦，这是赢了我，赢不了我，你就好好去做你的工。